欢喜去新疆了。去新疆了。马里奥昆森西。去不去找马里奥？哎呀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起床喽，起床喽！哎呀，走走走，妹妹，快点，坐飞机喽！妈妈去坐飞机喽 ！Let's go， 玛丽啊，走了。我们现在要坐飞机去新疆，还有一位小女婆。我为什么会有虫子呀，妈妈？我为啥突然爱有虫子呀？你为啥咋了？不跑不跑，过来妈妈领上。马里奥来了。马里奥，快去马里奥，泡在姐在后面。我和创伤洗热吧。你得坐儿童座椅啊。你好美呀、啊。是我吗？我这一美的丑红让你抹上给我。谢谢马里奥。嘿嘿，哎呀 ，Hello， 姐哥 ，Sorry， 晚了一点点哈。小米 ，Hello。哎呀，快坐好了，坐好了。各位小朋友们，我马上要去到小马哥的家乡新疆，大家开不开心？开心。妹妹开心吗？开心。哎呀，允儿很吵吗？这小朋友们，我们到了新疆想干什么呀？我要做小刀。赛马，赛马，赛马！我也要去赛马，赛马，去赛马！吃冰淇淋，我也想吃冰淇淋，我也想吃冰淇淋。好，三个冰淇淋了啊！我这儿预约了。大喜之喜，我吃球球冰淇淋好不好？那你带他们一起去吃好不好啊？好，我都爱他们，爱他们。啊，你都爱他们，对。玛丽亚，到时候到了新疆，到了你的家，你要给我们介绍好吃的好玩的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后马上要坐飞机了，你看我多么的激动。嗯，恐怖毯，我怕坐飞机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您在给我加油是吗？加油加油！好配合，加油！好配合，搞气氛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上次坐我的飞机吧。哦哟，你要有飞机就厉害了。你都私人飞机了，那你挺厉害的。救命！爸爸，慢点车，好远吗？很远。等会我们要坐车，坐车去机场，然后我们再坐飞机。哦。到喽，我们到喽，下车喽。快来。妈，你要去走。啊，走。妈，你快走了，不然赶不上飞机了。要去新疆了，妹妹，开心吗？你一家人的吗？我很开心。啊，你好。好，你好。你们好。嘿嘿。坐坐坐。好，你好。妈妈是一只西湖水的，这西的都是我姐姐的那家。让宝宝给姐姐一片。还有吗？还有两片了。就两片了，那你自己吃一片。我吃。我吃。我吃。给他，你确定啊？那你说个好听的话，我给他。还是你最坏了。我最坏了，最坏我不给你说。最帅了。啊，马叔叔最帅了。啊，这是好听的话啊。好，你也说个好听的话，我给你啊。他说我最帅。你帅，帅好。好。我给这是。这是草莓，草莓是暖身的。你问一下，你帮我问一下嘛，儿子。我问你。问那个空姐，快点！问空姐，快点。咋了？你杰哥要睡觉。你好，姐姐，请问这次要颠簸多久啊？他可能全程都会有一点点颠簸，但是不是很明显。全程。完蛋了，完蛋！
糟了，褪黑素都没得用了，我再吃一口算了。你只能吃一罐黑素。叔叔，你摸摸心脏，好啊，跳得好快。现在起飞了，我们看看外面。杰哥是什么反应啊？哦，好奇啊。杰哥放松哈。杰哥有事叫我哈。不要叫空姐是吧？不要乱叫哈。杰哥这样子很难受是吧？心里太难受了是吧？心里难受。有没有吃了就昏睡的餐呢？那下药了。哎，杰哥，你需要聊天吗？你好，我想问一下。我想问一下，今天天上有没有气流之类的？我爸很怕气流，所以杰哥坐里面，坐最里面，他们俩坐外面。索索坐中间，负责照顾左边跟右边。大概颠簸要颠簸多久？你有个心理准备。一进新疆就开始颠簸，就一直颠啊，一两个小时颠啊。你不要听他乱讲。我吓他的。不会的，睡了睡了，我不管了。我也睡觉了。啊，单膝可以，好像戴个眼罩看，太精致了。可以，爸爸亲一个睡觉了，快点。嗯，晚安，晚安，我的宝贝。晚安，我的爸爸。眼罩了，那爸也给你做个眼罩来。好，好了，睡吧，好了，睡吧。假眼罩用被子弄的，三喜用被子弄的。别动了，别说话，快坐好坐，害怕死了，快。我先找三喜。图片。哦，杰哥在跟你说话呢。张米，怎么了？现在不怕到了吗？不是，我心里难受。不要去打扰杰哥了，杰哥难受，让他休息休息吧。爸爸，什么是心里难受？什么是心里难受？就是你看，突然下降的时候，我心里就难受了。对对对，哇！快到了，快到了！雪山看到那边了吗？可以去玩雪了。这是天山，天山山脉的。你看到有雪，那都是海拔3000米以上的。哇，这个是沙漠吗？戈壁，戈壁。这个就是教科书上的那个。哦。哦，那我可以回去跟我同学炫耀一下。好漂亮啊！你们新疆终于来了。乱叫什么呀，宝宝？爸爸好刺激啊！另外一只脚穿过来，给你穿个海。好，宝宝过来。来，我给雨儿擦点，配好吧？配好吧。又用配好吧的呀、啊？那我的墨镜呢？你的墨镜不见了，先整理。这防晒油吗？你擦不擦？我不用擦了。哇，你好帅呀、啊！
拜拜。哪里啊？别跑啊！不能跑。悠悠，别吓我。妈妈，我要把别人打死我。谁呀？啊？鞋跑掉了。鞋跑掉。你有点可笑我。羞辱打我干啥？谁让你跑？你有点羞辱我呀。你有点羞人啊！丢人，羞羞羞羞。今天谁都不喜欢我。哇，到新疆了，乌鲁木齐蒙大根儿，欢迎来到新疆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刚刚那两个地勤在门口等到马尿马尿，然后马上在我前面说，哎，你别说马尿，他爸真帅啊，好帅啊。我已经第一时间告诉了马洋了，马洋说我已经习惯了。没有没有。羞涩的笑一下，我都能想出来他的表情。肯定也习惯了，从小也干。对，你看巨眼，巨眼马上对，原来他就是校草。可能他已经习惯了这种被追捧这种。校草的，他这个长相还能不是校草吗？哇、哦，好漂亮，快看！看这朵花，哇！这就是美丽的天山山脉啊、哦。哇，上面那是松树，那边风力发电站，那边大风车的那边，你那边全是戈壁啊，那个地方都是各个民族，雕羊呀、啊、赛马，就家家都养马，就是有文化氛围哈、啊。你看这路两边多好看。对，这个是什么树啊？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叫啥？杨树？不是杨树啊，这个叫什么？金叶海棠吧。哦哟，你学编的吗？那这个紫色的叫什么？紫叶海棠。紫叶海棠。你这个编的比我还能编。好美啊！可以放点音乐，所有人都听过。啊、欢乐的跳吧。哦，欢乐的跳吧，旋律特别好听。小时候只要学校跳舞就要放这歌。哦，你们听的是什么？跳过没有？会，你也听过啊？都会，就这样，你会跳新疆舞啊？哥，让你爸学一下，这样子，扭伯伯。不用，马里奥可以啊你，嘴上一个肉，在这儿摇脖子呢。真的吗？你男神。新疆耳袜子是不是啊？你是哪里的人呀？新疆的耳袜子，新疆耳袜子。新疆你们都会打嘟吗？那个噜噜噜噜，就那个。对对对对对。安泽音嘛。我怎么都学不会。天生啊，这个。对。阿宝宝会不会？阿宝宝咧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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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宝宝也会。哦，下车喽，到喽。导游缺一个旗帜啊。